大家好，我是鲔鱼隔热纸，我是老板。这种最新的哦，它可以有紫外线透光度 IR， 它从780到1700，它全波段它都可以测出来这种隔热系，它可以阻隔99%，在780到1700，那这种安全又合法，那看出去这个色泽啊，也是目前最柔和的双层陶瓷隔热纸。